这个食盐寿司，我要吃蛋蛋寿司。哪里有蛋蛋寿司？这好冰啊！这是冰的，这是你的椰奶。嗯，又没有吸管。对，他给你了。他给你了。这是热的，这个是汤，这个是。这是我的寿司。对，这个是蛋蛋。椰奶不好喝。真的、哦？有什么味道啊？椰子。椰子味道不喜欢了。哇，弟，你是怎么搬出来的？你是怎么搬出来的？你在吃什么？你在吃什么？你吃姜哦，那个是姜片哦，这是姜，你跟我念一遍，姜会辣辣哦。嗯，我敢吃姜。很棒，只是没有吞下去。这些你为什么放在桌子？我要吃蛋蛋。好哦，你跟蛋蛋、蛋蛋还有海苔一起吃。你在玩叠叠乐，好，把它帮它当成两个眼睛，看妈妈。放在两颗眼睛这里，你变独眼吧。对对，你看，哇！姐姐还可以把它叠高高，放在斗头，看妈妈。哈哈。嗯。嗯。妈妈是什么？蛋蛋啊，这里面是蛋蛋玉米。等一下可以吃啊。好吃。你为什么要把它搬出来？是怎么搬的？我们谢谢你帮我们买寿司。不客气，给你比赞。刚才打入包裹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肉肉吧。肉肉，我看看是什么肉肉？香肠吗？对。火腿肠吗？热狗吗？嗯，